个，能不能说一个棒棒糖车不能说？我的真爱图标是不是小老虎？是猫？是毛球？成双，你在与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，自难相忘啊。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舍下？这一海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牵强。都是假象，凉凉一扫为你思念长河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，渐渐岁月覆满爱人袖，翩翩芳菲帅哥。
还欢迎所有的亲们来到我的直播间。不是不发关注，关注还要稍微等一下才能发，因为那个45的时候就是一个弹窗弹在991了，然后我要再等到再等个差不多9分钟的时间才能啥。男生唱的真好，女生就唱的不好吗？嗯，男生女生不都是我吗？咱们说话能不能就是走心一点。嗯，三星还差900个，加油加油，昨天大家都已经完成三星了，今天没有你完不成是不是？昨天咱们就是小伙子们真的是奋斗走在前进的道路上。我觉得那个聚沙成塔聚少成多，大家开过真爱的号的，还是就是先把我们的那个真爱任务就是做一下啊。真爱在右下方，想加入凤小真的带上我们的小喵喵，小喵喵的可以在这里点击开通真爱。嗯，都已经，我的咖啡也凉了。一首凉凉让我团灭，哎，怪我了，你自己在那边玩。我爱你呀，大头不要输给播放器。是的，我不能输给播放器，是不是？播放器和我昨天在12点钟之前都能完成三星任务，我作为一个主播，我肯定要完成三星任务。你呀，一沉默，一眼泪，一阵好时光。我站在那年那月那一天，你不来我不老。还有谢阿龙，还有感谢刚才风少，还有谢风少，还有谢明大叔，谢谢你们给我送来的礼物。昨天很早就完成了，谁说的？我只求大家就是能把那个真爱任务完成就行了啊。哼，姑娘会比播放器啥，就是播放器也是，播放器只是我的分身，没有那个本尊输给分身的，是不是？又团灭了，哎，你团灭你，关我啥事儿？一直就揪着我。欢迎昵称小绵羊，点播歌曲《10000个舍不得》，很久没听姑娘唱这首歌，想点来听一下，希望会中哦。那也没问题喽，你点的一首是《10000个舍不得》，然后唱一下。幸福的走向变成各自流浪。好，谢谢缘分天空小哥送来礼物。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话，可时间会擦掉承诺的话。很爱你呀，一沉默一眼泪一阵好时光。我站在上面很感谢有你的夏天，想问你记得吗？你送我那朵没名字的花，很爱你呀，一沉默一眼泪一阵好时光。我一直等在告别的那天，你不来我告别的那天，你不来我不老。还有欢迎林哥，欢迎林哥，还有欢迎实在无聊，欢迎寸心，欢迎海风哥，还有我们的小熊，晚上好。那我不来了，就不想我老是不是啊？就让我永葆青春是不是？嗯，不过听说胖的人就是老得比较慢，你看我脸上都是属于那种比较肉嘟嘟的是吗？这个估计还得过一阵子。还要谢学习中，还要感谢小会员，谢谢你们给我送来的礼物，是不是啊？不一直都是这样说的吗？ Hello 小猫，欢迎小猫，谢谢小猫给我送来的小天使。噔噔，肥肉里胶原蛋白多是吗？不是，肥肉里面不应该是脂肪吗？妹妹唱歌特棒，
谢谢你对我的夸奖，你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，这里的直播室通知打上一个勾勾，手机握的亲们就上面有一个关注，点关注就不迷路，然后就可以那啥了。你500斤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没有见过500斤的螃蟹，我也没见过500斤的猪，有500斤的猪那么重吗？浮华长袖拂过眉宇间，原装的妹子好的吗？不是应该就是脸上打一些东西老得更慢吗？猪猪侠你不是见过了？哇，黑夜你黑猪猪侠，你黑猪猪侠有500斤。红海对君情百千，一万个舍不得还没唱啊，把一万个舍不得唱一下。冬霜629斤，我就不相信。这真的是一首老歌啊，那个时候这首歌天天唱。
衣服，好，没有了。然后其他的聊天都是那啥的。小松都是送了多少组啊？我这边都看到还没有送完呢。五个真爱号已经做完，给你点个赞，谢谢乘风破浪。哒哒哒，黄啦！场控哥哥把小松往上抱一下。哇，小松你这是送了多少组？好快哦！感谢感谢。其实应该是刷217，然后没有刹住车，刷了218是吗？在我的伤口偷偷的撒盐，你的狂妄和自大超出了底线。如果没有爱我的时间，当初为何对我许下诺言？不要在我的伤口偷偷的撒盐，争吵是导致我们分手的火线。我宁愿和你没有遇见，可不可以让我回到从前？我不相信小松是要刷222，好不好？他为什么要刷222？小松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，感谢感谢。你要不要点一首歌呢？谢谢你给我送来的威武霸气，还有是我们的小咖。我跟你们说一件今天我觉得有一点搞笑的事情啊，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。我不是有一双靴子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有没有出过镜，它是比较高的，然后下面一层呢就是像那种羊羔绒，就是羊毛的。对，鞋底就是，我不是喜欢松糕鞋嘛，就松糕鞋那一圈哈，它是带毛毛的，然后应该是羊毛吧，就是像绵羊一样卷卷的那种。这种鞋子肯定穿着穿着就脏了咯，对吧？我要送去洗嘛，然后我就把那双靴子送去洗，然后洗了，今天就是去拿的时候我瞬间就惊呆了。对，是洗得很干净啊，洗我就是不是脱毛，没有脱毛，不是，就是那个毛已经洗得很干净了。关键它那个本来就是自然卷，它给我把那个毛去梳直了，你知道吗？毛有，但是呢，就卷卷的毛给梳的，就是恭恭敬敬，全都是直直的。啊，我就不知道应该。对啊，人家是天然卷，他给我拉直了都，我也觉得是挺搞笑的。你拉回去再做个离子烫。哦，我还给我的鞋做过，还去烫个头啊。没有遇见，人家吹直了，是吹直了吗？那个我以前送去洗的时候，因为他那特别容易脏嘛，以前是送了另外一家给我洗的时候。我虽然觉得就是好像没洗一样哦，就是不怎么干净，但是最早还是那种毛毛的，就是那种天然卷嘛，就是那种像羊羔绒一样的。现在就是变成了就是梳的，就是毛还是毛，但是只是说像那种垫子一样，就是变成了一种直直的了。没有遇见，可不可以让我回到从前？那也不错啊，就感觉换一双鞋穿是吧？我好几双毛鞋呢。那天我不是微博上发的那个也是毛鞋，粉粉的毛鞋。那个记得我有一次夏天就是搭配穿的时候，婷婷说：“哇哟，你这个鞋子穿着热火哟。夏天穿着，你这个会不会脱出来，就是那个里边的毛都已经湿掉了？好讨厌。”又在讲段子，韭菜味儿，我可没有讲段子，那不是今天遇到的事情吗？嗯，来来来，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微信，脚不臭不臭啊，它是那种毛凉鞋，它是凉鞋的那种，其实你自己搭袜子的话，就春秋雨好穿。姑娘给鞋子做了个拉直，不是我给鞋子做拉直，好吧？还有感谢阿龙，谢谢阿龙。哎，小松好像没有说话哈。哒哒哒，你前天公众号点的歌，大哥于时不候啊！今天是今天，昨天是昨天，前天是前天的，没有选中就继续点，哪还有积累在那儿一起唱的？我昵称风筝物，我差点以为你要点风筝物，
微微昵称风筝误点播歌曲滚滚红尘。很久没听姑娘唱这首歌了，也可能是我不小心错过了，当然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非常小。最近总下雨，就开始喜欢怀旧，期待姑娘的精彩演绎。好的，她点播了一首滚滚红尘，还要感谢小会员。哒哒哒嘟嘟嘟嘟哒哒哒。对，小松你可以点一首歌，你想听什么可以跟我说。轻易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红尘中的情缘，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，像是人世间的错，或前世流传的因果，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查拉一样的交流，来一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，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紧箍咒，本已属于你的心。只为那城市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，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，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牵不愁，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至今时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感谢陈峰，谢谢小会员，欢迎七年。叫滚滚红尘，也是我们那个微信点播的一首歌。谢谢小松，谢谢小松，你给我送来这么多这么多小天使的，停不下来了。还要感谢我刚才唱歌的时候的叶哥，谢谢叶哥，还要谢谢一二三，还要谢谢往事随风，谢谢你们给我送来的礼物。红尘，滚滚红尘，红尘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都是红尘中的男女，好听好听。姑娘唱歌走心，关键是有时候，比如说一些老歌哈。
他就是那个旋律啊还有歌词啊就觉得真的就是挺好的，包括我自己很喜欢的话就可能会特别特别的，就是你们可能就是觉得更走心一些。太好听了，太好听，谢谢你对我的赞美哦。你也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，这个手机用户的亲们，这上面有个关注，然后直播室通知可以打上一个勾勾。谢谢小松，谢谢你给我送来的小天使，还没飞完呢。滚滚不是熊猫吗？意思就是熊猫的红尘。真的，我觉得就是直播间的人才真的挺多的啊！你能想到你我对啊，我竟然无言以对，好冷的笑话，什么叫？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，何来亏欠？我敢给就敢心碎，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，在喝彩，流着泪，声嘶力竭。离开也很体面，才没辜负这些年。爱的热烈，认真付出的画面，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。我爱过你，利落干脆。刚才说什么？我没有看到哎。团团圆圆也是，现在俗称就是熊猫，俗称是叫滚滚，然后就说什么。又要骗我什么看熊猫，又要骗我什么的，不是有个熊猫 TV， 不是，是那个微博上有一个女孩。最熟悉的街，主角却换了人演。我哭到哽咽，心再痛就当破茧。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就保留告别的尊严。我爱你不后悔，也尊重故事结尾。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。何来亏欠？我敢给就敢心碎，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，在喝彩，流着泪，声嘶力竭。离开也很体面，才没辜负这些年。爱的热烈，认真付出的画面，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。我爱过你，利落干脆，再见不负遇见。这首歌就是体面，还有谢浩哥的小摸摸，还要感谢风，谢谢风给我送来的礼物，还有谢谢阿龙，还有感谢一二三，还有谢五之主，谢谢所有的亲们。小松今天不点歌吗？来首遇见。遇见这首歌好像前两天咱们直播间有一位同学也点过他，但是他今天进来倒是说你的神度有没有过，你的神度是肯定没有过噻。遇见快出来，大头叫你。哎，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遇见连宝宝都有了，好快哦。那个时候他来找我的时候还在读书，然后看到我都激动的哭了起来。哇，那个时候又瘦又小，然后现在居然当了孩子他妈，我觉得我有点不能接受。红尘却蓝色回忆，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那我肯定是祝福他嘛，是不是？说了你还给了红包。没有没有，哪有那么快，刚刚宝宝刚刚有没有半岁哦，一岁都没有哦。
摇曳了幸运。没有，以前直播间有一个妹子叫遇见，她的宝宝已经半岁了。她那个时候就是在 YY 上，那是啥时候啊？不过算算看也差不多了啊。2013年到2018年，现在都5年了都。哇，时间过得好快啊！大头，等你出嫁，我们粉丝都是十里红妆。啊！哈哈哈哈！他是小会员。我也是醉了，等我下一次那个要是去上海的时候，我还是要把遇见约出来，我还要把鱼儿约出来。大头别急，等我做好七彩祥云的膜拜就去娶你。果然就是我的白马王子，就是会踩着就是膜拜单车来接我是吗？啊、嗯。能不能换一个？如何又怎能比拟你送我的风景，留下温柔轻轻舞和云曲，仿佛令当年翩若惊鸿一水三言两语撩拨了情意，谁一颦一笑摇曳了幸运，只身藏伏是文理，自嫣然心语，留向后人寻。诗书列豪杰，功过有几许？我今生何求为你？这首歌叫《惊鸿一面》，歌名是叫《惊鸿一面》，喜欢听是不是啊？就好听的歌还是很多的。为什么除了膜拜单身就是 UFO， 就是一定是外星人是吗？留下温柔轻轻舞和一曲，仿佛应当脸翩若惊鸿一，谁三言两语撩拨了情意，谁一颦一笑摇曳了幸运，只身藏伏笔炫技诗文里，自嫣然心语留向后人去，诗书连豪杰功过有几许，今生何求为你。这也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。大头，我们开着8级真爱摩托去接你。不行，最少12级。姑娘有时间听听简玉思适合你的歌，也是一首古风歌是吗？就是属于那种同人歌曲吗？啊，我有空我也去听一下吧。哈哈哈哈哈哈哈非常的不好意思，虽然说那个才刚刚开播一下下，但是我决定去洗个手马上回来啊。还有虫虫都来了好一阵了。伴奏请欣赏。这臭小子挺会找那啥呀啊。还会
界，尘埃不雪。倒不如一拍案入寒渊，为此间江湖年少偏爱，纵横天下恩仇趁年华，君剑快马，红尘未破也无甚牵挂，只恋生杀，醉里恋都寻是这话。啥时候把腿还给你们？那除非是不想播下去了。我跟你说，咱们能不能好好的啊？你都 out 了，大表弟啊！里边那个 T 恤有点潮啊，开玩笑。这首歌叫做《明月天涯》，送给椅子君啊！谢谢谢谢哼哥，要是以前我就接一句，现在不敢接。为此间江湖年少偏爱，纵横天下恩仇趁年华，君剑快马，红尘未破也无甚牵挂，只恋生杀，醉里恋都寻是这话。转眼到江湖年少不谙世事繁华，是敌是友无妨与战罢，待何人何年又寻与我失血冷彻，梦里依旧迷双月。谢谢双月送给我的小灰鸡，真的还有640个，加油加油！我要转型做黑粉了，老大，你叫我老大，你还要转型做黑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做黑粉？当当当当当当当！哎，还要感谢承诺，咋回事？今天还给我那啥？离人愁，状态不错，嗯，这会儿稍微好一些啊。刚刚唱歌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嗓子有点特别哑，凑合的凑合的，多看看大头吧。哎，我还是每天还是很注重形象的，是不是啊？而且很节俭，你看天气一冷就把以前的衣服就赶紧翻出来穿了。我去抱佛脚去了，赶紧去吧，都9点钟了，明天要考试是不是啊？考不考上了？还加个油啊！这个是藏仙，藏仙，让我缓一下吧。这个连续就是唱这种高音古风歌，还是有点受不了。这首歌是藏仙，还要谢谢乘风破浪，哈哈，居家过日子必备大头，看到你的破洞牛仔裤就知道你节省了。哦，是啊，你看，就是牛仔裤就是穿破了，然后我就自己打个补丁继续穿，对吧？人家不，人家就是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我挺潮的，对吧？就穿了每天都是穿那种这么潮潮破洞的时候，然后，结果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是把牛仔裤剪烂了，然后再磨一磨，顺便打两个补丁，是吧？现在破的比不破的还贵3倍，对吧？就是批发市场100块钱两条。批发回来自己赶紧磨破，对吧？管他的，这里一个洞那里一个洞，你穿上就时尚了啊。看我嘴型七翁成哦，我跟你们说点搞笑的事情，太搞笑了。今天就是那个好像是小猫有一个什么事情啊，有一个什么事情，然后就打客服的电话，然后肯定就是一般的套路，就是客服就会说，他说好的先生您贵姓呢，然后小猫说我姓张，哦，他说是工厂张吗，小猫说哎有没有文化，是之昂张，知道了不？还要感谢 ALAN， 谢英文哥，谢糊涂，感谢，对吧？什么工厂张啊，那是之昂张。生执念寻觅相思化成法，那少年轻言岁月正轻忙，仙路迢迢枯骨露成王，这是英雄他生来的
战场。我曾背负誓言花，蓄意大杀过四方。我曾望着星光白云流浪，我曾执守着天光，游走宇宙过洪荒。我曾傲然天地与万物，念你无恙。我曾背负众生王，暮色疲惫过秋忙。我曾泪雨沾衣心将雨云蔽藏。我曾俯首称万两，感谢生死你重放。我曾斩杀千古绝只为重回昆仑山上。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藏仙》，就是不为成仙，只为在这红尘中等你回来。听到这一句是不是就熟悉了？还要谢谢糊涂，还要谢谢英文歌，谢谢给我送来的礼物。好了，欢迎所有的亲们，你走桃花运了，你走桃花运了，你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吗？你手心他们让我唱分手快乐怎么办？要霸气点说出来，那你来教我看看啊。对，是遮天，是遮天。那你教我说说看，什么样子才能就是霸气的说出来啊？噔噔噔噔，先把它喝完了算了。有没有那种听了可以考满分的歌？如果你现在还不至于就是复习但是下的话，你还想考满分，你指不定这会儿看书的时间还能让你漏对一两对一两道题，还想考满分，你继续再听的话你就要凉凉了。我也是醉了。百转千边缘，最后是成全。本来就是啊，你说哪有就是那个，我们以前考试的时候，天哪，还想看直播、玩手机、看电视，我打死你，我真的是。哎，能不能好好的？什么叫不行叫打小抄啊？啥叫那啥？打小抄那是欺骗自己，你知道不？明明做不来。问世间穿过多少流年，宁静岁月，菩提树下有见，愿可觉知己两岁月，月尘埃动青年，可会熬不过时间，百转千成全，含笑一睹你容颜，天地多辽远，而你在眼前，怎拂去眷恋？百转千边线，最难是成全。这个西字的话就写西瓜的西，上小学以后才写自己的名字。
泄痕迹。我跟你说，我能写对我那个姓都已经很厉害了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我上学上的少，三四岁的时候，五岁半上一年级，三四岁的时候上幼儿园。你想想看，我那个姓，对，我小时候就写秦兮兮。实不相瞒，确实写的名字就叫秦兮兮。好，谢谢，感谢感谢48LS， 谢谢谢谢，感谢你给我送来的棒棒糖，谢谢。对啊，那时候写龙泉就写的是秦兮兮嘛。噔噔，而且就是后来到一年级、一二年级考试的时候，数学不是跟你们说嘛，数学成绩差。然后考试时间就是老师不够，写名字就耗了我20分钟，讨厌。还好没写秦东东，太难了，想半天，好难写。你会做两位数的加减吗？我觉得在座的就是直播间所有的亲们智商都是正常的，好吧？能不能除了你大海，就你还在做两位数的加减法？我们做的都是那个最少四位啊、五位啊、六位啊，都不在话下。只要他写得出来，我就给他点得出来。不要脸的在这边说，哎，这会儿算啥嘛，这会儿有啥好算的，这个嗨，这个出题的又出在公屏上，我真的是醉了。噔噔噔噔，你们自己先算算啊，这是自己出的题，自己先算一下啊。好多个风小针加我谨防上当，哦，对对对，在直播间就是大家一定要认准 YY 号，每个 YY 都有对应的一个 YY 号，就像我的 YY 号是393308，而且还要认准马甲，我是紫色的，就是在整个直播间就只有我一个，然后大家一定不要被骗啊！凡是涉及到钱，就是充值返利，比如说还有一些让你点什么链接，还有干嘛干嘛的，这些都是骗子啊，或者跟你甩飞机票都是骗子，大家一定不要相信。不然的话你就会遭受一些损失，包括你的号啊什么的，本来就开开心心看看直播的，然后就整得特别不开心。还有谢谢48LS， 谢谢你给我送来的2组1S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，感谢感谢啊，千万不要乱点，也谢谢你就是提醒直播间的小伙伴。我要陪着你，陪着你的那天起，我的心中不再属于我自己。那天准备了一首老歌，但是都还没有跟你们唱。你们说喜欢听我唱以前的歌，那我给你们唱一首以前的歌。什么 VIP 没问题啊，只要在直播间就是说说话互动一下，就会有马甲了。欢迎一二三回来，欢迎小亲们，给大家唱一首独角戏。我不会啊，顶话，你今天问我台北的机场，我那会儿就回答你，我说这首歌我不会啊。大家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哇，听着为什么前奏的这么伤感？这场戏，在这孤单角色里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，对手都是回忆，看不出什么结局。自始至终却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。故事如果注定悲
相聚好别离，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你，既然爱你不能言语，只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你，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把往事留给你，要你好好感谢，心碎只是我自己。还要感谢浩哥、向浩哥送来的小天使，还要谢谢大大，这首歌叫《独角戏》。谁导演这场戏，在这孤单角色里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，对手都是回忆，看不出什么结局，自始至终却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如果故事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聚和别离，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你，既然爱你不能言语，只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你，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把往事留给你，一切只是演戏，要你好好看戏，心碎只是我自己。没有星星的夜里，我用泪光吸引你，既然爱你不能言语，只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你，星星的夜里，我把往事留给你，如果一切只是演戏，要你好好看戏，心碎只是我自己。这首歌叫《独角戏》，还要谢谢黑月跟月月的指挥机，还要谢谢叶哥，感谢感谢。哎呀，还在那边出题，我也是醉了。啊，欢迎小松回来，欢迎欢迎欢迎各位亲们。唱得很入戏啊，大头。开玩笑，我一般都是自带酒跟故事的人。顺便还要带一点歌声，是不是？别找我了，大头什么梗？他们觉得我的头很大，所以叫我大头。大吗？其实。那个时候就是在就是摄像头没有这么高清的时候嘛，那个时候比如说都流行就是他那个视频的框框也小，也装不下什么，然后就只能装下我的一个头，所以他们就叫我大头，还是蛮大的，比我的大大大，可大可小。所以他们就是这样讲，大家可以把我的直播的通知打上一个勾勾，手机用的亲们这个上面有个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，然后可以经常来我直播间听我唱唱歌什么的。现在视频大点了，而且我还用的是广角的，我用的是广角的视频，不然广角的视频呢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后面照的全一点，但是把脸好像照的大一些。是你让我看见的苦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我在成都走的只有我。还有谢谢小松，谢谢你送给我的蓝色妖姬， Thank you thank you。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的只有你配合，荣登礼物什么周榜什么五连送星星，这个是什么姑娘？有人壁咚我，这个他们经常不是在壁咚吗？我现在都不敢说，因为要是我说了谁谁谁壁咚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会壁咚个不停，所以还是不要说了。
成都房价多少？怎么你还想在成都买套房子啊？一起过下个周末，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这个关注点啊，我觉得每个人的关注点都是成都物业贵不？你真的是无言以对啊！房子跟物业都问上了，搞得好像你们要来成都怎么了一样。也要分吧，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城市都有好的楼盘啊，对，也有一般的楼盘啊，相对应的价位地段都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要是现成都现在不是限购嘛，那有的地方它肯定比较贵嘛。不过就是跟那个北京啊、上海啊、深圳啊，估计还是没办法比的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记。成都的门店贵不？去成都离你近点，你走开。能不能不要嘴巴的里面就是整天那边跟我就是瞎砍啊，妞在天上飞。爱要精心来雕刻，是你开朗记录，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。我们公司准备去成都开分店了，我已经打算申请了去成都了。说真的哈，就是说哎，想来成都啊什么的这都没有关系，但是首先我想问你们一下，你们本来是哪的人？你们能吃辣吗？在这边火锅串串冒菜啊，冷吃麻辣兔头啊，麻辣兔腿儿各种的，然后面里边也是要给你，塑胶里边也是辣椒做的。好，哎，好，算我没说，吃不了吗？有人问成都彩礼多少，你让他走开。两粉两眼是不是啊？为了女人吃辣，所以不来。学弟肯定不能吃。Hello， 毛毛小哥哥，我看到毛哥了。大头，你家彩礼多少？我不知道，彩礼问重庆，重庆彩，哎，请问你们讨论彩礼干嘛？你就想娶一个重庆的媳妇儿是吧？啊。哒哒哒，衣服在哪儿买？衣服在网上买的，就是差点被你们绕进去。我才发现，哦，不要在我的伤口偷偷的撒盐，你的狂妄和自大超出了底线。如果没有爱我的时间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些。先吃下去吧，还没吃下。其实看着看着也唱了快两个小时了。不要彩礼就出一套房。大头，你要多少彩礼才嫁呀？我觉得这个也太那个了吧，就我感觉跟，说真的，我正儿八经没有想过这些，而且我也不知道。我也没有，就是说我不知道，就是说这是哪儿的行情啊，哪儿有多少啊，这些正儿八经没有去关心过。我看一下行程，我们家大头彩礼论斤卖的1000万斤，我也是醉了，我感觉你们操的是真妈的心啊！哈，这里不应该是我爸妈操心吗？开了天一派胡言，伤心汇成了曲线，你的眼神藏满了欺骗。对啊，对吧，这都是长那啥，就是啊，还行情。在我的伤口偷偷的撒盐，你的狂妄
发现你们好讨厌，还来个入赘，真的是直播间人太多。让我回到从前。说这个了哈，聊聊别的。和你没有遇见，可不可以让我4:48？大哥，他不会这首歌，什么歌呀？什么歌我不会啊？哪首？哇，你还得求你啥？我刚刚说了，他们要，你肯定要送你那啥。小综艺还没有点歌，好像。夜蝶，哦，夜蝶好像真不会。如果你想听，我可以放一下。会唱雨蝶。这首歌正儿八经没那啥的。还有，欢迎青年，晚上好。还有，欢迎说的亲们。好吧，给你们唱一下这首歌吧。别叫哥，叫姐。小姐姐，他们怕我没看到。春去白了花发，落寞了思量，剪下一缕愁丝，折磨让人忙。情人断了肠，今天各一方，今生与你相见无望。繁华落幕离人难，甘诉衷肠。昨夜又见当年去我不归山出愁，莫把那光。
谢谢，感谢小哥的1314，还要感谢痕迹，谢谢你给我送来的小灰金，还要谢谢秘密，这首歌叫《离人愁》。化骨绵掌以达绝境，怎么啦？我刚才唱歌的时候，就是很像在那个练功吗？啊，给你100分，就满分也是100分嘛，就不怕我骄傲是吗？纸短情长，最近很火的是吧？帮我记一下啊，我火的歌我都去听一下，去学一下，赶个潮流哈。满分120，好吧，那还差20分，加油。直播时同时可以打上一个勾勾，手机握的亲们上面有一个关注，点击就可以关注我，然后可以在我经常来我的直播间了哈。那首歌好像都已经被禁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根本就没有那啥的。无人可测我，一壶漂泊浪去天涯。那20分是怕你骄傲，我知道，还有占星。担心要不要 MV 同步一下呢？试一下啊！还有谢谢过客给我送来的蓝色妖姬，我今天才是走桃花运，好不好？说这么多的话。看还有点点你给我送的，一般在直播间就是互动一下就会有马甲了啊，多打字那都不是问题啊，只要大家开心经常过来。还要谢谢过客哪首歌唱的你如此心动，谢谢你给我送来这么多礼物，感谢过客 Thank you。 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，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，荒野蔓草的念头。开张了，我今天开张了，谢谢过客，谢谢你给我送来这么多的礼物，感谢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，愿意穿上2086的黄马。然后你有过客已经听我唱歌真的唱了好久了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。那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点一首，应该你都轻车熟路了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小松他本来就是黄马。我看一下，找一下 MV 啊。一壶漂泊浪迹天涯冷入喉，三星你的鞋还在后面，那是我的鞋好不好？
着痛在跳，我的爱你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不要，心爱的遇到就算万能胶也永远粘不好，我的爱你说要就要，说不要就不要，缘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哪怕只差一心，然后也是我自己的一首歌，谢谢我们的 LOS 小姐姐点播这首歌曲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，谢谢还给我送这么多礼物，还要感谢我们的小哥，还要谢谢过客，感谢感谢。来，那个水滴，水滴在不？抱一下，抱一下。那个浩哥有个朋友卡个黄马，还要谢谢哥，谢小哥，还要谢过客，还要谢所有亲们。我能粘好你的心，是吗？哎呀，我一直说要试一试一个东西的，还没试。哇，不减当年，怎么可能减当年呢？应该是越唱越好才对啊。MTV 是你啊？哈，当然是我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首歌也是我的歌。浩哥，我只找到了小，怎么被和谐了？有歪歪号不？花不离花非花，闻花轻一圈。过客也是，过客，过客，你也点一首歌嘛？想听什么歌？十八号麦序。好的，那我先那个陌生的小二货，我先给他卡一个黄马，然后也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晚上好。哈里来了，抱一抱，名字还是改回来了。一阵风幻灭，哪儿啊他？我跟你说，就是我现在就是上视频的话，我的脸还是要团一些，你知道，脸要团一些，而且那个时候刘海要厚一些，然后感觉可能要二次元一些，而且跟视频的角度也有关系。不就是2015年的时候吗？现在才过了多久啊？2015年、2016、2017，现在2018年还没有半年了。也就2年前差不多。还有欢迎阿里，还有谢谢小二货，欢迎你来我直播间。然后 LOS 小姐姐还有顾客，你们俩看看点点歌。哪是找理由，我是在跟你们分析这个为什么就是看起来不太一样，是吧？事实依据。山东未恋柳眉新愁天，只一灯花林间，倦意花树前，琴声饮酒烟，醉滴的花季，改天吧。好的，没问题啊。幻灭借一片月亮去，那肯定哦，还上整天还上个二货一样二不拉几的，啥都不那个。人都要长大了，是不是？你就要成熟一些嘛。试问情可问花间的泪，
完成我们的真爱任务。三星真爱，我们来了。你们知道怎么过三星任务吗？如果你是我的真爱，如果你是小珍的真爱团哈，是小珍的真爱团，你看你就会有一个真爱两个字，然后这个在包裹里面这是免费的，然后在那个就可以了，就可以把我们的三星任务就可以做完了啊，加油。欢笑相见有谁怜，流水轻烟望穿